者王新宇，台北报道。台湾老字号月饼销售男星方小月担任代言人，而他特别跟着生产线时的制作，连吃了超过20颗月饼的他笑说，最难的是包馅的部分吧，师傅们都十几秒就完成，我一颗都要花几分钟。而他近日和日本男神山下智久合作电影解码游戏，表示对方还因为考到驾船执照特别让凤小月上游艇出游。而他与圈外女友洪哲君2016年1月迎来儿子小木儿，今年上半年特别待在家里陪伴儿子成长。对于自己的厨艺，凤小月坦言还可以，但妻子曾称赞过自己研发的番茄冷酱天使面，笑说就是新鲜番茄的酱加上一点自己种的罗勒，最后也有改良成他的版本放在餐厅菜单中。凤小月表示，因为较注重健康，味觉有时候会忽略，甚至举例一块将加上盐的暗黑料理，惊呆现场媒体。凤小月担任月饼代言人，果园一提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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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